Kayla. Oh,
抽一网，就是这是高出血嘛，刚到了扎扎边，完了咱们有个黄金单，这小蜜眼给它撒里了。水有情的了。九片网是一个机制六片拼接的小蜜眼啊，钓好兜的高度是3.6米左右，上的铅坠全网的重量在8.5斤左右，打开最大的直径在6米左右，倍好撒。好行，可以开顶啊，因为它抽一网还干着呢，这种。哎，逮了逮了，我看下边有大点的，看看，来看。啊，你看看看看看。有了有了。一大群的，现在逮了逮了。完美了。这突击抓狗的成功啊，成功。这边有，这边有。看到了吧，看到了吧，老铁们。抓这个啊，小鱼小虾什么的超好用，就是扎口啊，看哗哗的流水。哎呀可不赖，过去看看，我看看都有什么鱼啊，你让老铁们看看都有什么鱼啊，扎口钢机突袭网都带来了，这小网真的是超好用的一款啊，来看看啊，呵，都是小好鱼了，你看看啊，我玩过鱼，这是单丝线，喜欢就看撒网的呢，就在咱们左下角的小黄车直接下单啊，388给你包邮的，咱图片白颜色的，发的都是视频同款啊，都是黄颜色的这款，看到吗，大溜呢啊，扎口鸡溜大的啊，388包邮的，收到货直接能用，手绳都是给咱绑好的啊，看到了吗，这还有呢，后边看到了吗，这才哪儿有哪儿啊，哎真好，什么抓猫麦穗的白条猫刀，老头鱼什么的都可以抓，大鱼小鱼它是一块逮啊，碰上个10斤8斤的大鱼它照样是拿下的、啊、太对了，这小鱼喜欢就看撒网的、左下角的小黄车直接下单就行了，喜欢户外捕鱼的呢进来点个关注，咱们每天有精彩的户外直播啊，喜欢户外捕鱼的点个关注，咱看直播啊，还有敲对的，绝对是过瘾，绝对精彩，对付了还有马口呢，看到吗，怎么样老铁，就这个吧，扎口啊，扎口激流就这个吧，行了，喜欢的点关注看直播。